们来分享一下这里有什么值得分享，各位来看一下。树上会长花哦，为什么会长花？各位有没有看过杨桃花？树根下的杨桃花哦，小小的，你看多小，这样就会长杨桃了。这一棵大概是百年的树根了。不过上面是清脆的杨桃哦，这样，这边也是，下来也是，哦，这边还有一只毛毛虫在这里，对，哦，你看，树根到处都是。在地底下也有，这个神奇吧？杨桃树是这样子的，百年杨桃树，哦，神奇吧？花也很小，但是很漂亮。哦，这是在竹北新瓦屋客家文化园区里面的杨桃树分享了 ，OK， 拜拜。